我们江苏的跳水名将陈若宁呢，今天晚上10点钟将会出战女子双人10米跳台的决赛。这一块金牌啊，是这个中国跳水队据称把握最大的一块，因此他就很可能会成为第一个拿下伦敦奥运金牌的江苏运动员。此时此刻，让我们一起来祝福这个江苏姑娘。用实力超群来形容陈若宁在跳台上的地位并不为过。这位20岁的小将已经拿到了奥运会、世锦赛和世界杯的大满贯。不过在空中自由翻腾的优美姿势背后，却是他用最刻苦平凡的训练换取的。在训练馆的墙壁上，队员们写的座右铭大抵为放松心态，放手一搏。只有若琳在自己的照片下质朴地写着，我在比赛的时候想的全是动作。正是这样一个姑娘，把骨子里不服软的犟劲儿、不怕苦的韧劲儿、不知累的牛劲儿发挥到了极致，才能赢得一个又一个的世界冠军，才能成就今天10米跳台上无与伦比的女皇。此番出征伦敦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努力的女孩会再次得到她应有的辉煌。